哇哇！我大学的时候都跳过这个歌。你看到他们现在跳这个舞，你有什么感受？我很想要陪他，但是我忘了。忘了动作吧。啊，对。但是刚才呢，我发现以后的节目我可以跳，因为他给我灵感。原来你很即兴的时候，重复一两个动作，观众看不出来。有用。